后该是什么季节了？你说呢？该是冬季了，也就是冬天到了。妈妈，冬天到了就要戴帽子、戴手套，对吗？对呀。那么你现在先把我的手套找出来，我手好冷好冷。我知道，你看，我早就给你找出来了。给。谢谢妈妈。先戴左手，哎，再戴右手，嗯，怎么样？哦，不冷喽，不冷喽。妈妈，我觉得手套像睡袋一样的。你这句话讲得非常好，像睡袋一样的。就是嘛，我的手一睡进去就不冷了。早早，你又可以编儿歌了。可我只会编两句。那你就编前面两句，后头的我来编。小手套像睡袋，左手睡一个，右手睡一个，嘿，真暖和。妈妈，我先连起来念一遍，然后你再连起来念一遍。好的。小手套像睡袋，左手睡一个，右手睡一个，嘿，真暖和。小手套像睡袋，左手睡一个，右手睡一个，嘿，真暖和。